能不能现场唱一下清唱，我们听听看。听海哭的声音，好清亮。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。原来是阿妹。写封信给我，就当最后约定。是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，是阿妹。是怎样的心情？阿妹啦，阿妹啦，姐，应该是知道是谁了，一起来欢迎我们影中人出场，欢迎他，欢迎。今天呢，这个难得出现这种尴尬的事情。为什么？怎么样？我一向也不怕跟人家穿情侣装。为什么好尴尬？很好啊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亲一下，亲一下。等一下，大家冷静，冷静。佳佳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之一。佳佳，遇到谁都这样讲。对对对对。哎哎，还说对，你也反对一下吧。对啊，你刚刚亏成这样。佳佳跟浩恩他们刚出来，我就说哇，这声音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漂亮，唱得好好哦。真的，最近在发展的怎么样？很好。最近发片，然后有自己的演唱会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你才是真的我心里面的亚洲艾黛尔。哦，真的。好像大家都这么说耶，但在我心里面不一样。对，演唱会。但今天呢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看前面几位前辈，人家都是有才艺，真的被逼上绝路了。对啊，他绳子都掉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拿演艺圈的前途开玩笑，你看看。你能不能讲出来一个事情是你做得到，而我们做不到？没错，就是合音这件事。合音，合音献歌很厉害。合音献歌是合音，那我以前是合音天王嘛。合音，我也是。真的吗？嗯，我是和那个西餐厅的，我是和阿妹啊、小君啊，随便来一首，恰似你的，恰似你的味道。我们唱歌副歌就好了。好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。只为那浪花的手，恰似你的温柔。哇哦，哎呦，对，有没有这个才有魅曲的感觉？好棒哦！对呀，对呀，再考一首，来，洪都拉斯，你有歌吗？随便你。哎，真的吗？随便来，真的哦，他都可以。三明瓜，那个蒙阿波雅嘎。好，这可以吗？好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初恋爱情算甲你，五种气味哦。那听一句我爱你，满面是红气。不管你是小姑娘，心内是真欢喜，表面叫假真真哦。啊啊啊啊！咦嘿嘿，芭比波。初恋爱情算甲你，五种气味哦。一句我爱你，梦啊无也敢去，梦啊无也敢去，梦啊无也敢去。算了。哎，这个想干嘛？他不敢去了，太高了，唱高了。他好不容易最近运气好，唱可以。怎么样？我愿意，你真的可以唱吗？可以啊。我相信你哦，好吧，我让你相信，认真来一首，我一定要撇开这种情侣装的，让出来，宪哥让给你啊，好吧，对不对？这个帽子你戴定，好，交交，来来来，谢谢大哥，准备好你的浪漫，跟着他们的歌声一起坠入爱河吧。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哎呦。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沉默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他的
是烟雨、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。的感觉，对呀、啊，唱出感情来了，对对，太一起，你们两个实在是太棒了，真的吗？速配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来家庭会议，开会开会。我讲，哎，人家合得那么好，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不能，哎，我们开会，吓死我了，我们让他来唱，我来帮他合，水哦，听海好了啦，听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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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叫做一字合成法。这个很难的。听海哭的声音，一字合声法。春天海里痛的心，飞起到天明。写封信给我，也让牛做听。秋天在吹开我的时候，是在。好听啊，一点不和谐、啊，很和谐。不是宪哥，你这谁都蛮会和，是吗？对啊，要不然你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听海哭的声音，快走啊！你想快？